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对，这么冷的天儿啊，大老远的，嗯，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演出啊啊，说明什么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大伙儿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喜欢。对，常听相声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对身体好。哦啊，哈哈一笑，嗯，对身体太好了。是啊，没事就来，嗯，听完相声心情高兴，什么事儿都高兴。是吗？包括演员也是一样。哦，演员也是。后台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愿意来说相声？为什么呢？说完相声心情一高兴，嗯，瞧什么都痛快。哦，回家也好啊，干嘛的也好，都是喜事儿。是啊，张先生就如此，我就这样，这儿说相声来，哈哈一乐，心情高兴啊！一回家又一件大喜事儿，什么喜事儿？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没那事儿了，呵，四斤多，不可能了啊！这岁数不可能了，我就说这意思，奔七十的人了还生孩子，是不是？就说这意思，哪意思？常听相声有好处哦，是不是？嗯，有的朋友对我们很熟悉，对，也有的朋友是头一次来，也有头来，学生叫郭德纲，您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后起之秀。哎，秀是秀了好些年了，也没人认识我，干这么些年除了我们家里人没人认识我，也有认识，多惭愧啊，走了街上没人认识啊，站在王府井那儿，嗯，老贾，嗯，你认识我吗？我说相声呢。那位说什么呀？哎哎，您走了呢？还是不认识？张先生也是这样啊，认识我的也不多，别瞧干一辈子了，嗯，把你搁到王府井也这样，是吧？哎，你认识我吗？我张文顺啊，呵呵呵，大伙儿对老先生很尊重啊，尊重打一嘴巴，尊重，有私人恩怨这个单说啊，打我的都认识我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是努力提高，哎，啊，把相声说得更好，是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哎，这不假，张先生是老演员了，嗯，就是岁数大的，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嗯，咱们互相帮助，很多节目很多表演的方法你不知道，嗯，问谁去？问谁？得问张先生啊，互相研究，老先生能告诉你，嗯，张先生不光是能力好，人性还好，应该这样。哎呀，嗯，在相声圈里你就挑去，没有这么好的人了，是吗？真的哦，孝母赛专诸，您就是专诸，是位古人呢，嗯，我能跟他比？这您知道？知道。过去有一位专诸啊，啊，刺王僚的勇士。对呀，啊，了不起呀，啊。嗯，虽然说这时候挺蛮横，嗯，但是孝顺母亲。孝母在外边跟人正打架呢。怎么样？老太太知道了，嗯，告诉儿媳妇拿着拐棍出去让他看看去。他妈的拐棍！嗯嗯，拿出来一瞧，马上就不打架了。这专诸就这么大的作用。瞧瞧，孝顺，孝顺。张先生也是如此。我也这样吗？呼，嗯，全家人坐一块儿吃饭。把老太太供到上边，那是我们一家之长，拿起碗来给老太太盛饭，杠尖儿杠尖儿的盛一碗碗，做儿女的应该的，虾肉好吃，鱼，嗯，鸡弄好了端过去递给老太太先吃。我妈，老太太感动了。哦，我妈多好的儿子啊，是刚快刚要吃，怎么样？张先生又接过来了。哦，上岁数了，胃口注意啊，少吃少吃啊。对，这个先给我媳妇儿，这个，来来，我这直接递给我媳妇儿就省事了啊！别拿我妈打幌子。有街坊串门的啊？哦，让人看，让街坊瞧瞧，让人看。你说的都没这事儿。要不是你对老太太这么好，老太太能活到四十岁吗？四十岁就饿死了。咱说良心话，真的。怎么没有啊？活九十多，受罪到九十多岁。什么叫受罪啊？啊？跟着我享福了，享福了，嗯，跟着您享福了，嗯，所以说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互相学习，是不是？相声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哎，四门功课，吃喝嫖赌，那是你们，那是你们啊，我们是说学逗唱，你那是解放后改的，谁改的啊？坐地根儿就这样，叫什么？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四门功课，这不假，不容易，嗯，哈，多一个字儿观众也不乐，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尺寸，这里边还有心理学的东西。对，美国总统四年出一个啊，好说相声二十年未必能出一个，这俩不能比，嗯，非常的不容易。哎呀，啊，这四门功课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学。哦，学它比较广泛，嗯，既得学说，还得学唱，哎，要学表演，科目太多。您学各省方言，对，学个老人说话，那是不学的，学个小孩子的举止动作也得学，是不是？是，这都得学，是学唱。啊，那是更得学，学个唱戏、唱歌、唱大鼓、唱曲艺，对，这得学，嗯，包括街头叫卖，
都是我们的老师。这是货卖生，现在当然没有了。现在大伙儿都知道，广告二字是很重要的。对，报刊呢，网络、电视、电台，不管您做什么生意啊，得有广告。媒体太厉害了。过去行吗？过去呢？过去没有这个。哦，就有个私人电台。有个电台。小生意你也做不起呀、啊。小买卖没本儿。同仁堂行了。对。六必居行了。大买卖。你卖耳朵勺的。那又怎么样？做回广告啊？这40年白干了。挣不出这钱是不是啊？对，就得指着什么呀？指什么呀？街头叫卖。哦，穿大街越小巷，凭着肉嗓子，把自己要卖的货吆喝出来，自个儿宣传自个儿。9枪18吊棕绳翘扁担，东西南北城，北京城是最讲究吆喝的啊。就拿卖菜来说，卖您说这吃这个鲜菜，挑着一个挑，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一口气把它吆喝出来，就跟唱歌似的，是吗？有点意思，好听啊。咱们学学老北京卖菜、啊、哎，学学卖菜，这一捂耳朵，香菜辣青椒，哎，高峰跟芹菜来扁到天的黄瓜下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来圆来香椿来串来好酒配。他这嗓子，就这一嗓子怎么样？站在长安街上连通县都听得见，全多远？通县还有一卖菜的，俩卖菜的。废话，40里地听得见吗？我以为声儿大。哎，这是卖菜，卖菜的。过去卖糖葫芦的也吆喝，冰糖葫芦。这个月份出来了啊，街上多啊，各式各样的。过去来说，东西南北城是各有不同。哎，不一样啊，北城是最讲究。北宅呢？它这个深宅大院居多，院子太深。哎，吆喝起来要求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要拉长音儿。哎，你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儿！哎，这是北城，这是北城的。嗯，南城小街门居多。对，吆喝起来比较短促。哎，张先生学这个。我从小在南城住。我们这边吆喝省事。怎么吆？也这月份。葫芦儿，刚站得。瞧瞧，哎，有点遗传吧？你看，什么叫遗传啊？啊，南城就这味儿，好听啊！哎，这个糖葫芦到了天津就不叫糖葫芦了，叫什么？叫糖墩儿。哦，糖墩儿，也不知谁起的名字啊。糖墩儿。哦，哎，写就是一个土墩儿啊、哦，土墩儿的墩儿，拿糖给堆。哎，糖墩儿。哦，墩儿，吆喝起来就吆喝一个字儿。哦，吆喝这墩儿，广吆喝这个墩儿啊。省事，那大火锅的糖墩儿，哎，有点意思。天津红桥区有一个人吆喝是与众不同，他怎么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这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糊。这什么？形容这红果干净，一刀切开了，把籽儿 K 出去，就是没有糊。哦，介绍产品的特点。哎，就是没有糊啊。他怎么吆喝？哎，因为这声叫卖，他成品牌了。怎么样？跟前好几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那好办，跟他学啊。挨着最近的有一个人也跟他学。对，哎，就是没有糊啊，啊，一分钱都没卖。那怎么回事呢？他是卖核桃的。嗨，卖核桃的别学他了。啊，我以为卖糖葫芦去。不能随便的学。对，天津还有一种卖药糖的，吆喝起来好听。哎，有小伙子居多，北京也有，是不是？对，天津人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干净，穿好了，漂亮。晚上有这么一个玻璃盒子，糖块都码在里边，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各种颜色。哎，点上小嘎子灯，挂在脖子上啊，顺着大街往外一走，糖也好看，灯也漂亮，人也精神。哦，吆喝起来一串一串，有浓郁的天津风味。怎么吆喝？有点意思，一端着玻璃盒子，买药糖啊，谁还？还卖我的药汤啊，去的还有香蕉、山药、人丹，卖的卖，少的少，卖药汤的有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儿，撞到了脑子儿，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孩儿不卖，大子儿一块儿。好，天津药汤。这是卖药糖的，对，吆喝起来多好听啊，好听，是不是？过去来说卖包子的也吆喝，哎，包子，包子不一样，哦，汉民的跟贵教清真的有区别，威汉两教不一样，对，这个大教吆喝是包财，包财好卖。
我的面儿嘞，扛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啊！哎，这是汉民，这是大饺子。嗯，贵叫清真另一个味儿。他怎么吆喝？小伙计居多哦，张嘴是这个味儿的。嗯，是我的皮儿咧，包儿咧，方便的包儿有肉儿。好脆，贵叫清真。哎，山东济南有一个人卖包子，能把人吓着。他怎么吆喝？就是在车站旁边天桥底下哦，吆喝起来这个味儿的。嗯，来吃包子，吃包子，也不咬出个牛肚子来了。哦，那多大个儿的包子？牛都包子里头了。形容馅儿肥。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哦，狗不理不吆喝。为什么？人家是做商大买卖，非得是那个串胡同的哦，六七十岁一位老大爷，嗯，挎着个小篮子，嗯，有几斤包子啊，晚上呢卖夜宵哦，夜里十一二点钟，嗯，胡同里边就吆喝俩字儿。哪俩字？肉包。怎么吆喝？这个肉字出来你听得见，包字出来特别小，顺着空气就走了。是啊，肉包。嗨，肉包，这够慢的。嗯，半夜十二点睡醒一觉啊，你听窗户外边在那叫上了，啊、肉。接着睡你的，嗯，早晨起来洗洗脸漱漱口，推自行车上班去，一出胡同你听在那儿包一宿没走，转天又出来了。我以为待一宿呢。哎，这是卖包子。卖包子在这个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有一您说是做针线的哎钢针，咱们家做活的大针哦，啊，几号都有，嗯，地上铺块红布哦，把针都码好了，手里边有一块小木板，这干嘛用？哎，拿起这针子往上多瞧瞧，这一年准是五个，呵，按号排列啊，手里不能乱了，嘴里还不能乱了，瞧瞧，有点意思。一点这针，嗯、也好，这个高杆倍儿上多，武松大虎精正活呀，十三那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孟德带领人马八十三万将东国呀，张允德一声喊，喝水八喝，哎呀，我嗨。瞧着眼睛都剁脸上了啊，这手里得有准儿，哎，有准儿，没准儿干不了这、嗯、是不是？现在是有这个吆喝的吗？现在少了。也有。是吗？也有，有分这么几种啊。哪几种？有的简单，你先比如到天津去啊，有收废品的。收废品怎么吆？推三轮车啊，下岗职工啊，张嘴有意思，就一句话，下岗职工专业扫废品的来了。这位自个儿琢磨，就一句很简单。嗯，还有就是咱们外边看那个卖工艺品的，卖什么？好些个那工艺品，塑料的、补粉的。啊，那个龙啊，弄个缝搁在这儿，手里拿一榔头啊。怎么样？这一边叫唤着，一边拿着锤子砸。啊，十块钱都不花，怎么当个企业家？哇，嗨了，有这样的，这是一种。哦，还有成本大套的，是吗？卖十三香的。您说是调味品？嗯，老太太们可能有印象啊。哦，农贸市场有时候摆一块塑料布，对，一个一个的小兜。嗯，里边都是调料面啊，手里拿一张四方的纸，嗯，这手拿一勺，咬着这东西往这纸里边搁啊，呼，成本大套，跟唱戏似的，一边喊一边唱。唐山人居多，您给想想这个、有点意思啊。嗯，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厂，南京用它包绸不断，北京用它的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花宴，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十三香的啊，要说最好听的是得说是卖布头的哦，过去了天桥有，哎，过去来说其实这布啊，嗯，都是整匹的布，整匹布往下撕往下扯，嗯，为了这样卖呢能多卖出钱来，对，所以过去一开玩笑，嗯，卖布头的经常说自己有势力，有什么势力？我们都是司令部的啊。哪司令部的？就是司令部的，哦，把整部司令了。各式各样都搁在这儿，嗯，各地都有啊，是天津也有卖布头的，天津有吗？背大包袱哦，大包袱背好了，嗯，弄一尺塞在脖梗这儿，哦，走街串巷，嗯，胡同里边张嘴就吆喝，他怎么吆喝？俺们头一座山，二座山，门前的还坐没坐裤，他那大伙小伙健康，不怎么的，那你快去吧。
你乍一听你听不清楚什么词儿啊，细听叫胡喊。嗯，嗨，胡嚷嚷，这是天津麦布头。北京的布头是最讲究了，讲究吆喝，呵，讲究腔调，讲究韵味，是吗？有点意思。哦，今天这样啊，啊，咱不耽误功夫，给大伙学学这麦布头的好不好？学这个啊，要学的话，您得帮一个忙。我帮什么忙？因为麦布头一般来说是两个人，俩人，哎，一人跟这儿卖，旁边有个小伙计要帮衬一下。哦，那、因为要后边我得让价啊，啊，不好卖的时候自己往下让价，让来让去你得拦着我这儿。我拦一下。哎，很简单，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哎，这不行。这个词儿是简单啊，啊，那个从内心来说觉得这是个真事儿，这个表情啊，对。对，那肩膀还得高点儿啊！你下来了，我就没笑了，你上去吧。这个，嗯，掌柜的，别让了，桥本赔了。哎，不，嘴里没劲。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啊、这个是吧？这会了，跟真的似的。会啊，来，掌柜的，别让了，桥本。都长了尿碱了，会了吗？会了，这就开始，开始来了 啊！好嘞，别忘了啊！嗯，抖了块一块布，哎，这块是白的，嗯，张嘴吆喝，怎么这么白？是吗？嗨嗨，吆喝着买，爱了吧？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点儿了吧？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是喽，瞧着这块布，你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哦，它怎么这么白？怎么这么白？气死头长雪，这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的吧？不错，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人在笑吗？超，不提这种白，怎么样？咱提这种布，买到家里去，方背单啊，左背里啊，开门帘，你咋不管去吧？哦，金铺又金盖，嗯，金洗又金晒，啊，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这不睡觉折腾什么呢？这人背窝有鸡了狗子，嗨，十年这八年该不坏了他，哦，说锥子锥不动，啊，这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搅不动他。那大褂没法做，这是锅炉破这事儿，就是吆喝半天没人要，把它扔到一边，又拿起一块来，怎么样？这块是黑的，哦，吆喝出多少古人名来？怎么这么黑？嗯，说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是，哦，刚才是块白。这块是块黑，它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这个是个浪啊，钻炕都没有爬来黑，包公扎马花啊，黑了个腿儿当，它怎么这么黑？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他把背过两天没了这把看过两天没了这把送过两天没了这把当过两天没铺的二当鬼了吧？是哦，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这黑的就是青，这青中都得亮，真正德国人，真正是德国人制造这种布儿吧？起面三不怕，去了三不怕，他不怕洗呀，不怕淋啊，不怕晒呀，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这是黑布，漂白，漂白不掉色呀。别嚷了，说不要那一桩，又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这块的叫做青鱼的商标，因但是您不耳的。那位先生说，说您要不知道，你遇上一个窍，你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买张电车票，拿电车怎么一绕的这吧，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到了前门外，你够奔大石栏，你找了八大乡，什么水林乡啊，水灯乡啊，广城乡啊，野河乡啊，那个乡一号那个了，我走掉左边窗台，反正要跟前乡一耳的八大乡，站在对台那儿，怎么样？点着名的要，点着烟的挑，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这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紧密，怎么密，怎么加密，怎么起不搭？是，为什么卖这么贵？挑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不吃是这招黑掉了吧？我常言道的好，正面这罗里转的，这猫着出子在这养生少了吧？您就别忘了这电大，这个这哥大这皮子点了吧？要还有这摊儿，命中两枪，一个眼的货，一个眼的尖儿，一个眼的行市，谁还买？大包边的小包边的，马路牙子摆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脸，小四个小布脸，小四个眼的这个，碎把汤二认个牌了吧？不讲。哪位先生说卖多少钱一尺？多钱？站稳了脚二，掏一掏，吃粉丸。
远了点的吧。好，一套五尺长，对，两套整一张，啊，三套一丈五，对，大尺量啊，足够您一张留了吧。是，这块布头怎么样？又宽又长，还得大高个儿，啊，还得个三老头的大个胖子，没错，一大四大，好大脑袋瓜，对，大脚不尖儿，啊，大屁股蛋儿，错，没事，说反了，说反了。还得两条大后腿了吧，肥肥大大的足一够了吧，对，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这么一瞧，嘿，真不知道你了是了哪来鬼的大掌柜了吧。好，卖我先生说卖我头儿的，怎么样，你给我抱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八毛预备好了，这阵儿要卖我还不卖了他，怎么了，怎么回的事儿，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哦，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哦，我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他精致的粗布白布的大白布的吧，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哥哥了，什么礼服你三月里开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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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一个事儿，那上面一个半字儿就不能卖了吧？挣两块钱，你们还不要？噔噔噔噔噔噔，两块大洋我打破了它。一个一块九，你宰了一块八，瞧不起一块六，一块五，再要是不要，就一块四了吧？这么一块四，那个还不要？不要不要紧的，红脸的汉子我叫我顶了吧？我让八毛我去九块，我还得给他钱呢。靠着。